活躍しています。さあこの後はどんな展開になるんでしょうか。上节奏脚的重扣，加拿大队的九号接应二传还是有一定实力的。好吧，扣球成功率也只有41.4%。他说今天的整个进攻来讲打得不好。不要第二点都没球，而且这个加拿大副攻也是从第一局到第三局每个球都是跟到第一次跳，他控制不住，他想不跳也要跳。加拿大队最新进攻出现失误，发力了，但是直接打出了界。就是因为综合实力的一种差距，所以打到最后，我们看加拿大队自己都打得没劲了，就有点放弃了。啊，拦网拦死。说两个队经常会纠结在这样的一些小球的处理上，那这个越打加拿大队越被动。对，加拿大队现在争取就是一次两次就能解决问题，不能拖的时间太长。发球失误也多，发球失误，这样韩国队来到了赛点，手握十个赛点。保护的还是相当不错。我还
攻，哇哦，韩国队拦网得分，拿下了赛点球，25-14，这样韩国队拿下了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了加拿大队。从这个比分还是看得出相当的轻松，没有一局让加拿大队比分拿到20。韩国队的队员也是相当的兴奋，因为毕竟世锦赛小组赛的第一场顺利拿下。那么这样的话，加拿大队其实后边的几场比赛应该都是比较难打。